歇歇去。王大嫂，我不累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大嫂，你看，哟，哎，大嫂，哎，这几天没有来了，你想要啥就说吧。我，杜鹃。说说这个人他是个啥样了？这个人呢？
白走了。Thank you.
了我五十三。名字就叫姚三元，自幼儿就跳虎狼胆，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。山村野道我不嫌远，坡陡路险不怕难，不嫌远不怕难。穿山沟威力是多，赚钱有道是窍门出出右，只看你会钻不会钻。昨天京城有新发现，把江家的东西顺便添。跳进山去冤家门，呼啦啦的飘得到手边。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，妃子分那时何才定一块三。三块四一块三，三六一十八，一三下为三，五七三十五，七九六十三。这一回活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。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，趁着机会捞一把，商机不会差人眼。刚才我大王庄走啊，我再到李庄去转转。高呼一声喊，谁买针？数字眼筛选，不筛糖豆，一分钱撒又好看来，味又甜，还有带香的皮胶卷儿，拿回去能哄小孩玩。烟嘴儿烟锅烟袋干，郑州狐狸打中烟，要卖人都快来卖吧。娟，他找我干啥呀？他是供销社，可我在炼营组，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。耶，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儿他知道了？徒弟呀，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。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，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，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。这喂
听杜鹃把我喊，心里好像赛快转，三十六计奏为上。不等你来，我先开船。我这么急，看样子王宝太主动了题。滚！凭我这两腿跑得快，把你塞在远远里。要到独木桥上我。我们家来
过这一关了，三院我真没去，飞了云，曾经想咽你一声气，我只说抽空唠一把，偏碰上杜鹃这闺女，甩也甩不掉，泡也泡不及，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，小辫子就抓到他手里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。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、啊。喂，杜鹃！耶，这是谁偏偏在这时候喊他？他要是拐回来了，杜鹃，对，这儿不能久停，我还得快跑。
腰疼腿也疼，小石子儿擦破鼻子尖，对面看水里看不见，光剩下一道铁圈圈，铁圈圈。
破坏咱商业部门的好名誉。这是他改造不彻底，钱财把他的心眼灭。这个给他不一样，买卖公平没条理。这个人你要是碰上了我，你啊，你怎么样？我啊，我狠狠的揭发，狠狠的批，哼！哎，杜鹃，这事啊，你交给我吧，啊？哎，先别对外说，哎，照顾着影响啊。哎，干咱这一行的人呐，我比你熟悉，你放心，我保证。你保证？哎，你保证啥？哦，我保证能把这个人给查出来。我到前村游游去。你看那是谁来了？谁呀？你看啊，哎呀，杜鹃，你到底把他给干上了。王大嫂，哎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这位老姚同志，哎，正想找你，嗯，了解了解是谁这个多卖你的钱了。咋，他还想赖账？你过去，我问你啊。那是梳子吗？谁买的？ 那我买的吗？啥价钱？这个那一毛七嘛。你刚才买的钱多少啊？为什么你不言不语把头低啊？啊，这个我糊涂，我才迷。你说糊涂是假糊涂，说才迷倒是真才迷。刚才你可到赵村去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去过，我去过。是你不是你？那个啊，说呀。是我，是我。哦，还有母。嗯，那个我就拿糖豆还换小孩的馍。哎呀，恁大人了，对小孩子都是坑坑骗骗的。对，我不是人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你不用再把媳妇儿说啊，要出草地去连根拔，私奔主一换
你说的真对，真对。对，我看人家说的就是对，知错呀，以后就得改。对不起社员，我收你的一毛六分钱，我如数退给你。哎，不，今儿个多要别人的钱，我都给人家退回去。哎呀，呀，呀，哎呦，我的皮夹子呢？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哎呀，我的钱呢？哎呀，别找了，在这儿嘞。给啊，大嫂，跟路上之类的吧？是你的，你就点点数吧。哎哎哎，王大嫂，你真好。呀，一分不少，一分不少啊。好，给五毛钱，大嫂拿回去给孩子买糖吃。给，算了吧，太小看人了。人家王大嫂是拾金不昧，哪像你。这，哦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大嫂，今儿个多收你的一毛六分钱退给你，这可是应该的吧？那一毛六分钱，人家杜鹃早都替你退给我了。啊？杜鹃，你，哇，这，哎，我真该向你学习啊！哈，你早就应该向杜鹃学习了，王大嫂。哎，你，哎，老姚，哎，赶快把东西收拾起来吧。哎，还晒嘞？不晒了。以后啊，别光晒东西了，也得晒晒思想。对，那可是，要不啊，他也发霉。哎，杜鹃，你放心，今后啊，我再不会办这种事儿了。那好嘛，老姚，要记住，领导上常说，思想改造可是长期的。哎，杜鹃，哎，天上午了。到俺家吃饭去。哎呀，王大嫂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杜鹃，这一回呀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哎，大嫂。哎呀，走。哎，老姚。哎，你。我去给他退钱去。好，咱们一路走。你前边走，我后边赶。杜鹃。哎。